来源：半月堂正规市场上走私而来的冷冻肉类产品，明目张胆大规模交易。半月堂记者调查发现，大量走私冻肉充斥冻品交易市场，货源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流向为西部地区的餐饮行业，不仅埋下食品安全隐患，造成关税损失，还对正规肉类企业造成冲击，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堆放在月台上的走私猪肉、走私冻肉成业内潜规则。地处重庆九龙坡区的名品浮冻品交易市场，以及大渡口区的万吨冷冻品交易市场，均为我国西部地区规模较大的冷冻肉类、海产品、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相关数据显示，每天有数千吨冻品在这两大市场集散，运往重庆、四川、贵州等西南省份。在名品浮冻品交易市场，一家名为金 X 食品的商铺摊位上，产自国内外的冷冻肉类、水产品种类比较齐全，包括猪蹄、凤爪、牛肉等产品，分别来自巴西、俄罗斯、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你要有证的还是没证的？没证的肉更便宜。见半月谈记者在查看摊位上的各类冻肉产品，一名店员说，证制的是进口报关、检验检疫等相关手续，没证的肉就是未经通关报检的走私肉。店员说，以凤爪为例，走私货又每斤12公斤和20公斤两种规格，价格是270元和460元，分别比正规渠道进口的产品低50元和80元左右。半月谈记者注意到，摊位上的走私冻肉外包装只有英文标志，没有我国正规进口货物所要求的中文标志，也没有我国通关报检的凭证。相对于走私凤爪、走私牛肉的优惠力度更大。在万吨冷冻品交易市场， X 杂食品的店员给半月谈记者推荐了一款走私牛腱子肉，从产品外形观察，其与正规渠道进口的产品并无明显区别，价格是每20公斤720元。而正规渠道进口的牛腱子肉价格是每20公斤960元。这两家大型交易市场共有上千家商户，半月谈记者随机走访的40余家商户中， 90% 以上的商户均销售走私冻肉，商户多是将走私货与正规货同时销售，走私货的范围涵盖鸡肉、猪肉、牛肉类产品，走私冻肉的数量尚无法估算。但多家商户店员表示，销售走私冻肉在业内已成为潜规则，虽然没有正规进口手续，但价格便宜，市场供需非常旺盛，走私货可以明目张胆在正规市场上销售。半月谈记者在两家交易市场的微信群内看到，相关部门开展例行市场检查之前，市场管理方都会提前在群内通风报信，商家则提前将走私货转移，或在检查当天关门歇业，以躲避监管。例如7月23日半月谈记者在万吨冷冻品交易市场的万多个户群中看到，市场管理方多次发布信息提醒各位老板，明天注意一下三无产品不摆样品，堆放在仓库月台上的走私牛肉、走私冻肉多数流向餐饮行业，大量的走私冻肉来自哪里又流向哪里？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交易市场的商户只是走私冻肉链条上的一环，大量走私冻肉背后是一张遍布全国各地的供销网络。半月谈记者看到，每晚九点以后会有辽宁、河南、浙江等全国各地牌照的重型卡车满载货物驶入两家大型交易市场，停靠在冷冻仓库月台前卸货，其中就包括一部分走私货。在攀谈中，一名来自河南的阳性卡车驾驶员说，他从事冻肉运输已经五年多，跑过全国十多个省份，运送走私冻肉是常有的事。走私冻肉在业内又被称为水漂货，指的是未通过正规进口程序直接从海上漂过来的货物。经过多名卡车驾驶员指引，半月谈记者发现，这些走私冻肉外包装没有中文标志，没有通关报检凭证，包装箱都被一层塑料袋包裹。多名卡车驾驶员说，
水漂或在前期运输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冷链物流断裂的现象，为防止冻肉融化后的血水污染其他货物，通常给纸箱包上一层塑料袋。与此同时，两家交易市场上销售的走私冻肉主要流向是餐饮行业。半月谈记者以进货为由看到多家商户的销售记录，发现水漂货的买家多是西部地区的一些餐馆。半月谈记者走访过程中也发现，不少餐馆老板到交易市场进货，有的甚至直接点名要没蒸的肉。面对记者的疑问，一明王姓餐馆老板的回答直截了当，现在生意不好做，没蒸的肉价格便宜，能节省成本，很多业内同行都用这种肉，如果我用正规的肉，成本压力太大了。工作人员撕掉走私冻肉外包装上的塑料薄膜，等待客户前来运输，埋下食品安全隐患，冲击正规肉类企业大量流入正规市场的走私冻肉，造成税收损失，埋下食品安全隐患，还对正规肉类企业造成冲击，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半月谈记者算了一笔账，进口肉类的综合税率约为 25%， 以牛肉为例，每吨进口牛肉价值约2万元，以此计算，每吨走私牛肉即造成约5000元的税收损失，每货柜牛肉约25吨，税收损失约 12.5 万元。除了税收损失，水漂货还埋下食品安全隐患，在堆放货物的仓库月台上，半月谈记者随即打开几箱包裹水漂货的塑料袋，发现冻肉融化后流出的血水已经透了包装箱，有的水漂货甚至来自被我国认定为不安全地区而禁止肉类进口的国家。与此同时，走私冻肉大量流入市场，也对正规的肉类企业造成冲击，水漂货的低成本低售价让正规进口产品销售惨淡。一家正规肉类企业的负责人算了一笔账，以猪蹄为例，正规进口的成本每吨约为 2.3 万元，而走私货成本每吨仅为 1.6 万元左右，售价约为每吨2万元，远低于正规进口猪蹄的成本价。多名肉类企业负责人说，部分销售水漂货的企业也是不得已，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里，只销售正规渠道，进口的肉很可能亏本甚至倒闭。为此，部分正规企业不得不同时销售水漂货，其他商家都卖水漂货。我去年就只卖正规货，企业入不敷出，差点倒闭。今年我们也同时卖一些水漂货，企业才缓过来，上半年保持 5% 左右的微薄利润。龙 X 食品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受访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国家大力打击走私犯罪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但目前来看，走私冻肉的违法成本依然较低，不足以对不法分子形成威慑，建议在国家的统筹指挥下，全国各地方和部门形成合力，从走私肉类的源头入手，对走私运输销售购买的非法链条加强明察暗访，加大监管打击力度，保障市场秩序，消除食品安全隐患。